你話有一日有個人出現在呢個教堂，那個就是你的 Mr. Right 嗎？要在啱嘅時候遇到一個啱嘅人是一件好難好難嘅事。我哋可唔可以抌低曬以前啲嘢？你可唔可以同我喺埋一齊？台慶劇《溏心風暴三》大結局，今晚9:30，比雪台。